前天说领导联系不上了，昨天领导休息了，今天我估摸着领导也不能上班了。刺儿，哎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这他妈干啥呀？有病是吧？刺儿，你给我干他！闪现刺儿！那辅助一级传送，我上路杀我，天，我真都服了，真的，兄弟，我都不知道你要干啥。行，加点经验吧。哎呦，我操，这人干啥呀？调整一下位置啊。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哎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残墨，刺儿，一会儿我就把你吃了，我不用你狂啊！残墨，刺儿，刺儿。体力刺儿，体力刺儿，为什么要给我点信号啊？你让我差点没杀了他，你知道吗？打个爆破。真是不让人活了呀！我这一看，起立，走呗，打吧呢，不一定能不能打得过，打倒吧，太难了。谢谢，不用谢谢。这是系统赠送的。早没看见，看见了，看见也不能往右走，右边有卡密尔，那不让他拿着助攻了吗？卡密尔刚从家里出来，残墨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沉默，大虫子真招人欺负啊！啊，真是令人让人欺负呀，这大虫子！起立，行嘞，还踹我！
你这不死啊？沉默，刺儿点燃，刺儿起立。完了，这波饼干没吃上，他没死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波小饼干没吃上啊，算给他卖了。妈的，搁顶上也吃不着。还行啊，下路打开局面了，可以接受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石料，没关系，下边再杀他，那都是小问题。这青钢影好杀，没事。体力，沉默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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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打个爆破。舒服了没？舒服了吧？完了吧？哎，我框里头不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小反甲，他踹我，我让他砸。还令人难受了。掉了吗？我天哪，塔皮掉了，佛了，老母鸡乱配你了，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们把它吃了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为什么老要打信号啊？因为老母狙在后边吗？哦，你将饱受折磨。出门就能吃人，属实是太爽了啊！回家出兵权去。真的，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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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操，兄弟，哼，太惨了！我要给你写个惨字。你就是惨吗？两个闪现啊！这你一闪，两个闪现闪上去要杀你！哎呦我双 buff！
开心了啊，开心了，开心了啊！我都不知道要干啥，我都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这帮人。那 ADC 12分钟跑上路 gank 来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好累，好难，好累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这晚猴上路根本没法待啊，滑板鞋在上路呢。哎，你一个 AD 凭啥跟我对线儿啊？啊？你一个 AD 凭啥跟我对线儿啊？真是有点膨胀了啊，这真是有点膨胀了，不仅跟我对线还去打石头人，这是更膨胀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直接第二件咱就聚酒，要么就大冰心看一看，想一想。这晚豪确实是行啊，把晚豪杀了都。起，刺儿，刺儿吃。哎呀，我的一层没了，我的老母驹给我杀了。变大，先来个大冰心吧。先来大冰心的话，我们不假还大冰心，冷却缩减高。红凯可以，再把红凯不错啊。先别着急打啊。
墨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丝，体力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体力，闪现，沉默，哇哦，把我点烟点死了，哎呦天！我错了，我就应该杀了敌魂圣枪，我就不应该让这敌魂圣枪能动一下，我就应该一直盯着他杀。我错了，我应该杀了敌魂圣枪。哎，我刚才几层？我老母鸡吃死没有？吃死了吧？呀，这不少一层吗？啊，反正小兵也没吃呢。妈呀！俺们家 ADC 8-6就这水平啊，婉豪别走了，先把它吃了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，沉默，先杀一个，给我往前追，杀了中推啊，中推，不管什么了，往这边走来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我让你 A 啊！我让你 A， 喜欢 A 人来，我让你，我让你 A， 很喜欢 A 人塞纳。这么多眼。赶紧来个聚酒，小龙打了。哎呦，我这卡莎没动过，往我这儿走来，我帮你把这老母鸡给它吃了。过年就得吃猪肉。刺儿。刺儿点烟，刺儿，体力，平 A 喘墨，进步，右边呢？我把小龙吃了。发疼了啊，马上我们要无敌了。
我回家出个巨酒，稍等我一下。碗猴，碗猴不好使。我现在一共能吃到12层，一层加多少点生命值？120点一层，8层。这波是不是要打起来呀？打不打呀？不管他打不打了，我吃一层吧先。直接大龙来，对面没有眼儿。起立，碗猴！沉默，碗猴！碗猴还想动，碗猴！闪现定可以，刘哥。把这打了，你们打那个我就杀那 ADC 的，他应该没闪现啊，把他吃了。呀，投降了，我操，26-30投降了。哎呀，行了。